冬季自驾旅行明天正式出发，真的给大家说声抱歉啊，因为我这个车子是新装修的，在家里通风啊，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。我们的东西已经全部差不多快装好了啊，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车里的一些情况啊。这个雪地胎也已经全部换好了啊，这个车就整体变成了冬季模式啊，去体验一下零下50-60度。冬季模式最重要的介绍一下，对吧？冬季模式最重要的啊，好好给你们介绍一下。前段时间发了一个炉子的视频啊，太多人吐槽我这个炉子了啊，然后我就把这个桌面给它搞了一下，给你们看看。看看我们的副驾驶怎么样，可以前面可以后面啊，坐的也还是非常的舒服的。争议最大的啊，就是我这个车里装了一个炉子，这是一个柴火炉啊，我做了一个这个面板啊，中间也有隔热的，这个地方一打开之后啊，你看，这里就可以起锅烧油做饭吃，因为零下50-60度啊，在外面做饭的话也是不现实的，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又可以做饭，又可以全车取暖，而且的话那个柴暖的话也不用开，也节约那个柴油。我们最主要的就是节约啊，它看是不是怎么好看，但是经过我这样弄了一下啊，我觉得现在好看多了，是吧？我觉得好看呀，觉得好看多了啊。主要是实用嘛，对，它最主要就实用啊。很看看1、2、3、4、5五台设备啊，到时候会记录零下50度的真实，在车里不靠任何取暖装备啊，然后在车里睡觉啊，对对对，这些设备全部要给大家实时监拍啊，这里给它不用的时候，这里就给它扣起来啊，这就是通风啊，就是通烟道的地方，把窗帘把它拉过去一下，怎么样？你看一拉，把这个一打开，然后一个管道从外面伸出去，就这样，你看现在是不是美观多了？现在应该没人说啦，你看。靠这个管道排出去的，后面也装满了，这边全部装的是拖车绳、打气棒、充电的望远镜，然后一些户外的一些装备啊，就是扛零下50-60度的要用的一些装备，补胎的关起来，然后这边全是吃的一些东西啊，关起来吧。你看，就连这里面我都把它给放了。
给大家就是怎么说呢，详细的去记录零下五十多度的一些真实的一些情况啊。对。然后多的我也不会说啊，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支持，感谢大家。大家好，一车两人啊，冬季自驾游今天正式出发，接下来的旅行啊会非常非常的精彩。先给大家看看装备，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年的下半年的冬季自驾游的路线啊。来，接下来啊，我们会一车两人去体验零下五十度、六十度甚至七十度啊，看看车子现在里面全部都已经装满了，而且这外面还这么多东西啊，全部是我们要带出去的一些冬季的一些装备啊。现在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，看看这边啊，这边就是一些物资，冬天的一些衣服，还有然后这个是暖宝宝啊，这个是那个温度表，然后热水壶啊，然后再看看这边电热毯啦、啊、户外电源呢，然后这就是一个户外帐篷啊，到时候会零下五六十度在外面全程记录啊睡觉。然后看看这边手套啊、无人机。是100%是可以出去的啊，因为我们签证护照啊然后全部都办好了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从黑河入境俄罗斯啊。哇塞，想想今年的路线啊真的是相当相当震撼，虽然去的比较晚啊，但是我们会每天更新，每天拍好的视频给大家发上来啊。为了梦想，为了生活，加油，现在装车出发。
东西全部收好了啊，这后面基本上就是一些柴火，然后这就是冰箱了。你看这个冰箱，现在给它把它绑好啊，然后看看车里，车里真的就是能塞的地方啊，全部都塞了。看这里面，这也是一个户外灶啊，到时候在外面也可以做饭吃。这个就是取暖的一个装备了啊，你看烟筒，东西全部收好了，全部都放满了，准备出发啊。出发前给他把水箱的水加满，走，全部搞好了啊，出发。出发了，终于出发了啊，在家里待了这么久，今年下半年的旅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啊，朋友们加油。开了200多公里啊，已经到一个服务区了，现在准备让丽儿来再开个300公里，我们就露营做大餐吃啊，今天晚上做腊肉炖土豆。哎呀，好久没起锅烧油了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今天就先拍到这里了啊，喜欢小豆和丽儿的一定要给我们点个赞啊，接下来更震撼，体验零下50度、70度啊，加油。一车两人啊，去体验零下50多度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快进入河南了啊，今天实在开不动了，准备先在这个服务区起锅烧油做大餐吃啊，做完大餐我们继续赶路。这就是我们的车啊，看看，现在准备开始搬东西，今天吃那个腊肉炖土豆，就在这里做饭了啊。今天还不是很冷啊，东西全部搬下来了，开始起锅烧油，好久没有起锅烧油了。今天几道菜啊，土豆腊肉，腊肉来，先把这个腊肉啊给它煮一下，焯一下水，这个火不给力啊，因为没有加煤气，忘记加煤气了。焯好水的腊肉给它拿出来改刀。哎，这两个腊肉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五花耶。哇塞哇塞，腊肉已经切好了，放到碗里给它备用啊。哇去，这个勺子有点来头了，在罗布泊啊，用这个勺子就是车陷了之后用这个勺子给它挖出来的，真的，这个勺子真的就是跟着我在外面起锅烧油多少年了，这个勺子，那起锅烧油啊，82年的，这个就是82年的这个菜籽油了，搞一点点就行了啊，润一下锅，一丢丢就行了，因为腊肉里面很多油啊，给它润一下，下入腊肉啊。油料还没炸好，你看都腻住了，都腻了啊！哇，好香哦，太香了，火有点小啊，没有煤气了，火太小了，生姜给它搞下去。哇，好香哦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服务区都闻到这个香味了，真的。哎，开了油啊，那就底下放。
哎呀，这火不行，我去拿个土豆搞下去啊。对对对。哇塞！你把油搞他们脸上了？没有没有，搞点啊，干辣椒、红椒。哇塞！来、哎，有食欲的哥哥姐姐们先点个赞。哇，太香了，这个腊肉真土豆。今天鸡炖在外面啊，简简单单吃一点。哎，来，辛苦了，今天你也开车，多吃点啊。哎，嗯，好了，我们吃饭了，吃完饭继续开车啊，还要收。来来来来，现在收东西出发，全部收好了啊！哎，后面也全部收好了，咱们就继续赶路，继续出发。南阳，南阳，现在到一个服务区了啊！我们就在这里睡觉了。把窗帘全部拉紧啊，然后你看全部拉紧了。今天为什么吃完饭还要赶路啊，是因为我们准备想快点到内蒙古啊。内蒙古我们要去拍两个好看的视频啊，第一个就是内蒙古有一个10000年前火山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如来神掌，都要给大家去拍一拍。如来神掌如果下雪的话就拍不出来效果了。对，不知道下没下雪啊，因为这些地方我都没有去过，也没有拍过这两个地方。洗呀、啊，啊，好，快点洗，洗了好上床啊。嗯，啊，终于可以体验我们的新床了，新房车了。坐着，我来安排。你来安排，好了，行，我坐着。现在这个排气扇正在给全车给它在换气啊，然后让丽儿铺床，把床铺好。哎呀，现在看着都非常非常舒服啊，太漂亮了，真的。开始套哦，不是，开始套被子啊，套被子喽，把东西全部放这座椅上，两个大袋子。今天最低温度多少度啊？一点都不冷哦。5度。5度，对。干嘛？不是，我看这个秋衣秋裤舒不舒服，摸一下。给你摸。不干嘛？哎呀！哎呀！你洗脚了吗？洗了。哎呀，终于可以睡大床了，房车的大床。哎，好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喜欢小豆丽儿的点个赞，我们现在就准备睡觉了啊，要做睡觉的事情了啊。好了，睡觉啊，谢谢大家。丽儿全部关闭，起床了朋友们。昨天晚上啊是我们第一晚睡到我们新改造的这个房车里面，真的是太舒服了啊，真的。还好当初听你们的啊，把我们这个车子改了一下，改的跟房车一样，晚上睡觉都睡得特别香啊。之前没有改的时候啊，睡到里面都感觉就是有那种感觉啊，然后现在改好了之后睡的话，睡得好香哦，真的。再躲到被窝里面休息一会儿，太舒服了，真的。哎呀，看上去都这个就是感觉都就是，你说了些什么？就是不是就感觉就是就跟家里一样，就没装修和装修一样，就感觉就是不一样，真的。嗯，这看上去都好一点。当然。起床，你可以先躺会儿，我去给你做饭吃啊。今天我们做蛋炒饭啊，还是啊？你先躺会儿，我起来。
简简单单吃个早中饭，然后继续出发赶路啊。早中饭蛋炒饭标配，吃饱已喝足啊，现在继续出发赶路。现在正在放这个污水啊，这些水都是洗脸洗菜的一些水，把它放掉，然后开的时候轻一点，直接排到这个下水道下面去了啊。然后很多人说要我后面搞个雨布啊，因为我们去的地方它不会下雨，最多也就下个雪啊，所以说不用搞雨布，就这样可以。汽车渐变沧桑，年少的你充满希望，被经历想也曾现在开始让叶儿开啊，回到他那善良的姑娘。然后要开始剪视频了，充满激荡着让叶儿包包再次放。两个人会开车就好一点哦。Go go go！ 继续出发。现在已经进入了山西省，早中饭还是吃了一点蛋炒饭啊，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，搞桶泡面先压一下啊，太爽了啊，等下就起锅烧油做饭吃。找到露营地了啊，到达了一个服务区，还是今天是我们在高速上开的第二天。哇，这里看到雪了，这前几天这个地方下了雪呀，这再不开快一点的话，这里面一箱冻货全部要化了。还好今天温度低啊，你看这地下全部是雪，明天就可以进入内蒙古了。现在准备开始起锅烧油做大餐吃，朋友们，哎呀还是自己做饭好啊。
今天我们还是把东西搬到外面来做饭啊。啊，不能呐、啊！你要要适应。这有雪耶。对对对，有雪没事，要适应嘛。到时候零下十度，我都要在外面做饭，零下二十度，我要先锻炼锻炼啊。好，哥哥姐姐们，我们现在就开始做饭了。喜欢我们的，喜欢小多利尔的朋友们，记得把赞赞点一点，感谢大家了啊！刚刚吃完饭，然后这个菜就已经冻住了啊。今天最低温度只有零下五度，我要跟利尔两个人必须在车里洗个澡啊，因为我的车子改好了，那个洗澡间还从来没有洗过澡。今天要是不洗澡啊，明天水路系统全部就冻住了，叫冻炸，真的。所以说今天必须要洗完之后把水箱水全部排干啊。现在我们就准备把车里好好的收一下，这外面还这么多东西。车里的柴缆已经打开了啊，看看车里多少度，车里已经16.5度，然后现在正在清这个下面。哎呀我去，怎么成这样子了。没问题啊，等一下清好了就行了。然后我跟你两个人一起去帮忙，然后我们就在这中间洗澡啊，必须要洗个澡了，两天没洗澡了啊。看看这里面的东西，这个不是很多啊。等一下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洗澡啊，还从来没有洗过。洗完之后污水马上要排掉。对对对，不排的就要冻住了。来吧，等一下我给你扶着点啊。那你去，别到处搞，别到处搞，里面都是灰。放在地下。哇塞，就在这里洗澡啊，把咱们这个淋浴拿出来。给它挂在这上面啊。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洗澡的龙头。这样洗。别笑。一洗澡我就非常开心呢。脱衣服啊，你是不是不关？你要我脱衣服？你不是里面穿了这么多吗？先脱外面。哎呀又没事，谁看呢，真的是又没人看。好好我洗了。好，那就不给你们看咯。我已经洗好了，现在就准备给丽儿洗。洗的是实话实说啊，洗的真的是非常的舒服。丽儿给我拿着龙头，然后我就在那里洗，现在我要给丽儿拿龙头了，然后丽儿到里面洗啊。这个空间也是刚刚好啊，洗澡。这澡也洗了，抹布也洗了。你看，水直接流下去啊。干嘛？哇，这太疼了吧！你拿着给我。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要给你拿着的。哇塞，拿高一点，好烫。哎，温度给我低一点。怎么了？温度低点，给烫死。低一点点，低一点点。好。哎，不对，对。又怎么了？烫。这还烫吗？好，先别对着我洗包包。那把水关了呗。哎，关。你老是看我干嘛？转过去。没有看。这个洗澡的真的就是搬的是有点麻烦啊，这车里全是东西，等一下归位了之后就好了啊。但是爽还是挺爽的。对对对，总比在外面，对，总比在外面零下四五度在外面洗要舒服多了。来我帮你。不用，我给你拿着嘛。哎，行不行水？行。来给你拿着。你拿着一点都不好，别么烫人家，还烫啊？好，还烫不烫？哎，就这样，你先别动，冷了，冷了，烫，哎呦，没水了，完了，啊？快点，把重要部分洗一下，没水了，这还是在家里加了水啊。哎呀，正好也把水用完了，用完了之后，然后你把车摇晃一下，快点，让它荡一荡。哎呀，对，荡出来了，荡，使劲晃，
晃。妈呀！等下人家以为我们在外面，在里面干嘛？哎，又来了，晃晃晃晃，使劲。哎呀，明天不能加水了，真的不能加了。使劲，使劲，快点！又来了，又来，晃晃！你不要这样横着晃，上前后晃。那，嗯，现在车里22.8度了啊，洗完了第二一件。现在在清理这个水啊，把这个水给它清理出去。这个帘子把它，这帘子到时候我们可以把它挂在这里啊。要拿出去啊，拿出去把它弄干。现在给它擦干净就行了啊。东西全部放在这底下了啊，然后这一盖。我现在躺在床上。等着丽儿啊，不是，就是让丽儿干活。你看，丽儿正在收拾啊。丽儿，等一下把那个监控给出了啊，老是看着我，感觉，知道吧？你要怕别人攻你的监控啊？对呀、啊，现在收好了车里的。看，哎呀，还没收好呢。快收好了，快收好了。到时候把炉子一点着，啊，车里面好暖和，真的。澡也洗好了，车里也收拾好了，我们就准备睡觉了啊。其实我感觉一点都不麻烦，真的。哎呀，不要紧，能洗澡真的不麻烦。对对对，哎呀，是够重要的。好了，哥哥姐姐们，喜欢小豆丽儿的，记得点个赞。我们睡觉了啊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感谢。